你还有一把钥匙呢？啊，这次拿来的时候就一把，那一把不知道哪去了。拿的是 B 嘛 ，A 钥匙不知道。这顾客说。喂，啊，没有，啊，那你问一下别人看看，我这儿现在正在拍视频，您稍等一下啊，嗯。下一步，把那个卡拔掉。拔掉。嗯。放到车外吧。哦，不用不用。智能的需要放在车外。然后把钥匙放到线圈里面。哦，深圳江上钥匙。等点升级，要什么？接下来，再等一下。嗯。哦，钥匙啊，钥匙我也没选，我说咋了？嗯，现在将新钥匙，嗯，插在电话开关里，把设备把它关掉，就是把那个笔记本电脑屏幕压下来，我拍一下仪表，好，启动一下车，好，把它拔出来。点击钥匙数据库。然后点击他那是多少？3.84。好，插着看吧。现在就上了。嗯。二号家具的 B 位，嗯，
不？哪年的什么车？13年的高尔夫。有两种可能，